来自全中国各地的安慰兵，伫1966年8月18日集合伫北京天安门接受领导人毛泽东甲林彪的接见，从此全中国进入混乱的状态。安慰兵四界串联，以破四旧的名义，弄歹庙祠、教堂、毁掉文物破坏、高级烧字画，对反动派操劲，攻击学术权威，造成几啊百万人死亡。1997年8月18日，轰的一声，短短几秒钟，十几个林肯大郡全咧倒落去，人拢跌掉咧，重伤28条人命，官商勾结违法开发山坡地，一场温尼风台，造成全台湾40人死亡，81个人受伤。表情真艰苦，伊是中国电竞选手刘翔，伫咧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100公尺跨栏的预赛，因为脚骨伤骨压起来，提早离开运动场退赛的消息，和教练目屎四淋水，嘛和支持者失望。